正式官宣中国女篮大战澳大利亚比赛时间确定，CCTV 五直播。大家好，我是超哥，这一期聊聊这个中国女篮。就在刚刚啊，中国女篮是淘汰了法国队，昂首挺进世界杯的一个四强。对阵法国队这场比赛呢，中国女篮，整体来说我们的实力在场上，还是比对方略强一些的，包括我们的一个三分球啊，也是比对方要更加精准。啊，助攻也是比对方多出很多吧。赢这场球还是赢在这个防守上了。进攻端其实我们包括第一节开局，还有第三节的前5分钟，还是出现了断电。无论如何吧，也是恭喜中国女篮吧，杀入到世界杯的一个四强。在进到半决赛之后，下一轮的对手已经出炉了，就是澳大利亚队。这一场比赛的一个开球时间，大家是非常关心，目前央视这边也是给出了直播计划，时间已经正式出炉了，在30日的下午的17点半，就是5点半，央视也会现场直播这个比赛，也希望中国女篮能够打出好的状态吧。